见他如此大，不不不，不然按到，用很小，见他如此大的变化，突然才意识到对方在这方面也有似乎的经验呐、啊。这么想突，身体突然冷静了下来。一个晚上12000，不过你对我这么好，就算10000，因为这2000块从衣服里面扣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大大。而且你是算什么？他提着床头袋衣服，半玩笑的，给你什么东西？交出一叠钞票的时候，并没有真实感。这想着这五天后这一点都是废纸。这么干脆付款，反而出乎他的意料。只见艾里接过钞票后，不断的手还放翻去。一会儿看一下这边，他怀疑是不是假钞。要送你到哪？我可以开车载你。诶，他终于停止玩弄钞票，打着坏主意似的，眼睛活泼的转动。我可没有回去的地方，这几天住你这边可以吗？哦，不妙，这种事情从以前都没有发生过，所以你不会接招是吗？见招拆招啊！要收房租费啊，大大。按着冲动的情绪问：“你家人呢？自己住，总有地方吧？”没有，对不起。撇开眼光说：“我跟妈妈一起。”对啊，一夜没回去，不行了吧？我很少回家，所以，对上的目光，眼里闪动的会，结会的，我忙应该念结吧。让我住几天吧，不行。果断的拒绝，你不给我房租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要求太强人所难，万一被告诱拐什么的，可就麻烦啦，因为就5天的时间啦，大大。他也该让他知道自己说出话已经超越不可，已经超过不可逾越的一线了。好冷淡哟，手指摆在唇边，有点像妩媚人的模样，就是我们动漫常常看见的。哦，说了这句话以后，这个指尖就会摆在唇部旁边。接着说，只是我未成年哦，如果去找警察，哥哥你会很困扰吧？昨天看到身份证不是刚好满18吗？伪造的、啊，反逆算足岁吧，我还有8天才满18哦，被耍了，被反将一军了，我们被反将一军了，这几天就请哥哥多指教，我会乖乖的，不会乱花钱，难以相信呢。艾里朝着这边绽开了赤诚的笑脸，和他心机之重衬托之下散发着寒，让人发寒呐、啊！哎，披着羊皮的狼，应该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么讲了、啊，不是他的问题，忍不住一手遮着脸。那种以为从噩梦醒来，却发现还陷在梦里的含义，自脊髓一路上升，含义自脊髓一路上升。天，有人相陪不当然不是坏事。艾里提出了刚刚要求，这边所考虑的。也只是他家人不能认同等等，这么一说有点奇怪，但在他未提出来这几天住的时候，他带着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，但在他提出未来几天要住到这里同时，带着年幼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他讲什么了。带着年幼的妹妹四处游玩，然后的画面突然浮现在脑中。你这个萝莉控啊，不是？他其实应该算他 JK 啦，应该算 JK 了。相较之下，
熟悉的城市中孤身一人，这个选择是温馨许多。你是不是单身太久了，有一点奇怪的想法？你知不知道这叫犯罪？好啦，随便啦。你家人会找你吗？到时候怎么解释？既然你未成年，问题就更大。这不是你跟我说好就可以的问题。像教导年幼孩子一样，对方被这么对待，或许会感到不厌烦，但做出无理的要求的人，就应该被当成孩子对待。就像赌气一样，他从包包拿出几个手机，冲出来按了几个键。妈，是我故意看向这边，明分明还使唤对方，分明就让我知道他在征求监护人的同意。不清楚他做不做意义，想证明母亲同意，还是想显示在家中被漠视。或许这样的想法不小心露出在脸上，爱你按下了扩音键。手机破上破旧的喇叭声发出女婿声音，很晚回去，听起来很年轻，听起来是个年轻的声音，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母亲的少女母亲的少女的母亲，明明已经进屋了，传出充满睡意的声音，让人猜想他究竟从事什么行业。没关系，我要去朋友家住可以吗？是那个工作上的朋友哦，不是已经去过很多次吗？可以，这几天晚上我都不在家，一直让你看家，我也很心疼啊。埃里波那种头发，很不耐烦的打断对方，知道了，所以你同意咯。从对方那儿传来刺耳铃声，艾里的母亲说：“哪天有空，我们再上馆子吃顿好料了，拜拜。”哇，这么爽快哦！等等，艾里听到这第一句，好不容易将手机移开嘴边，好不容易结束了通话。哇，这戏剧度的脸也太讽刺。这就有点讽刺哦，我有点火大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身后的头发随着他扬起，眼神就像挑战台上教授似的开了口：“我家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要拿我怎么办？你给我说说话我们也只能无奈的答应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我们只能回单单一句话哦。”艾里眉梢上勾，抿着唇，生气的模样，不禁开始怀疑昨天和今天起床时哪个比较接近他原本的性格。他说不定有人格分裂，然后全部居住在同一个身体里面，有没有？大家都有人格分裂，只是有时候我们的比较不明显，有没有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带着他，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不行。哎，我们想得到，因为是你一开始就多嘴去问说你要不要我带你去到任何地方啊，是你一开始多嘴的。哎，实话说好，病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啊，大大。让我想一下哦。韩正，你的脸瞪这么大干嘛？其实他也没在瞪。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画风的画师，真的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双手交握坐在床边，艾里带着甜甜的气息说：“还考虑什么？像我这样美少女主动接近机会可不多。可是我们都单身了三十几年，然后剩下末日的五天，突然有个美少女，当然会觉得怪怪的啊。说穿了还不是要钱？你怎么一开始把他心里话讲出来了？”一想到至今完全落于下风，即使鼻腔充满
它的香味也激不起